发生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在15分钟之内把对面给抓崩盘，对面全都是高手。作为一个打野，切记抓不到人的时候烦躁急躁，下路下路准备下路准备，好六问题不大。你要知道一点，如果对方防盖子做得好，你就不要抓，哎，无所谓，不用抓。你害怕抓不到人，还是那句话，他强任他强，怎么样？我吃我上，我吃我上啊！可以出来，他屌任他屌，偷他地他屌。以前这个麦就很有灵性，好，开始收割。现在这个麦就不行，情况不对。大司马，老马这个逼，怎么样？我，你们听这一段，不用抓，你害怕抓不到人？还是那句话，这个时候的麦克风才灵性，这个时候的大司马才爽。他屌任他屌，偷他地他屌。机会，下路下路准备下路准备，团战好，开始收割。情况不对，赶紧撤退啊！你看，你中路的无法联动，看到没有？导致我们节奏不好。老马以前那个麦，老马以前那个麦比现在有感觉十倍。这盘我来指挥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使用电源 OB 了。就这个麦是最香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情况不对，赶紧撤退啊！有同学说，有同学说，哎，你怎么不跟？你在卖队友？我跟你讲，刚才这波，但凡有这种想法的，你再好好想一下，你再好好想一下。如果你真的是这么以前那个麦，就是感觉，我就是告诉你，感觉你从来没有过听到那种感觉，就很舒服。现在这个麦就是敏感重的模式。好，开始收割。我跟你说，就这波操作都得死，一个都跑不了。有他胆子大 ，A 接 W 接外圈挖接拖就硬拖啊！从现在开始，对不起，不可能再死了，我要起飞。从现在开始，一次不死，并且跑腾。哦，我要出美甲的窃魂券喽！哇，你不挖我队友的吗？哇，这个人，很精彩，很好看，但是他不是一个水平的体现。哈哈哈！加没了，哎呀妈，丢了丢了！哇，哎，太晚了，太晚了。太晚了，准备来狙一手啊！还是打野好玩。说句实话，不要学。要继续要，23分钟，正好这把吃鸡。差不多啊，然后打撸啊撸去，这就很舒服。哎哎，这个不能这样搞，兄弟。哎，我站在高处，我给你海底捞。哎呀妈，海底捞。翻皮水，翻皮水，拉垮了。没事没事，这个东西没声音，听不到，听不到。哎，他知道有人在射他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人在哪。行不行？哎，等等。
很烦。阿罗很烦，这个东西真的。到海底捞啊，我们到后面。太、哎、他妈垮了。暂时先用一下，再不用，哎，那太晚了，还掏下鼻屎是最夸张的。也又掏鼻屎，哎呀。对不对？啊，可能比职业水平，用职业水平来形容有点过了啊。但你懂我意思。哎，我旁边有人，我听到脚步声了。OK， 给他打，没事，捡枪，啊，不用打，哎，不用打，哎，打，没事，撞好你就死了。5%的几率估计都没有，不用怕。我玩这个游戏到现在只陪他炸死过一刀。这是为什么？机关枪死了，扫射。小老板们，你不把他锤死啊？他要就要把你锤死。听说里皮，摩托杀手。我在笑什么？他妈的！因为我跟这个逼很熟，所以我就觉得他太鸡巴玩了。哦，有个人，接下来就是展示瞬狙的时候了。怎么这么多 BUG 啊？一旦有人狙我，我这个车刀架不住，而且这个山坡很容易翻车，我们得稳。现在得稳，这个车，这个不好开。哦，哦，没事，刹车走。没事，啊，有点歪，这开的有点歪。捞了，开地收件人，金轮。我跟你讲啊，以后喷子这把枪我是不可能再用的了，不可能再捡的，好吧？走了走了。我靠！哟，这车不是翻了吗？为什么自动起来？把我压死！我靠，这么肥的装备！
晚了呀。完了吧，小老板，到我了！哟，我操！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个东西怎么……哎，好烦啊！哦，这个小老板拿个平板锅，怎么说？看谁进去能捡到枪，那肯定是我了。他从他这个速度就比……哦哟，这个小老板呢、啊，平板锅锤我。而小老板就碰瓷了，哎，那太瘦了。早上九点再见，耻辱下播。好，上，好兄弟，提醒我，说哈说哈，快快快快快，说哈。这玩游戏一定要笑。你会发现高手他永远不会趴着啊，当然特定情况除外，他一般都是在这 动来动去，因为你趴着给狙击枪看到你，你必死无疑，一枪爆头。因为你趴着情况除外，他一般都是在这 动来动去，因为你趴着给狙击枪看到你，你必死无疑，一枪爆头。将神龙，太下饭了！啊，这个太屌了！准备来狙一手啊！
还是打野好玩。太屌了，说句实话，太好看了。学，学，蒙德人，蒙德人，蒙德人，没有啊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又起来锤。起来锤，又起来锤，哎，立马开始了，哎，我以为是练习，这波应该没球进了，我花球，他十球，立马应该没球进了，这个球给我打我也没有信心打进去，啊，炸活。好，到我表演了。这一波的话呢，我们两个菜，啊，两个小猪，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秀。还是河马史诗屌，河马史诗太牛逼了呀，太他妈有意思了，河马史诗，再来一遍。哎，没了吗？这很搞笑吗？准备来狙一手啊，还是打野好玩，说句实话。对，学。这画质，我哭了。切个大会员行吗？要，继续要。23分钟，正好这把吃鸡差不多啊，然后打撸啊撸去，这就很舒服。哎，哎，这个不能这样搞，兄弟。我看呆妹能他妈忍到哪，我看一眼，我就看呆妹能忍到哪。我给你海底捞，哎呀海底捞，我真的好菜，我突然很怀疑他那天那个第二怎么拿到，他那天怎么做到可以拿到第二的，怎么可以吃鸡屁股的。简直了！翻皮水，翻皮水的翻很烦。没事没事，这个对方没听，听不到，听不到。哎，我知道人在射他，但是呢，我不知道这个人在哪。行不行？这都射不中吗？哎呀，韩金怎么太他妈晚了，真的想他妈给这个逼一刀，我是你哥，太晚了。他脖子不痛吗？哎呦喂，很烦，这个东西真的。谢谢老马一击的飞机，老板大气，感谢大家的办卡。后面马老师脖子不痛。哇，他还
很强啦。暂时先用一下。所以马老师技术是越来越强了。还有一分钟，班卡出一千，可以偷塔了。他好像经常碾死自己。哦。属实有点下饭。这是怎么碾死自己的？我淘汰四个。对不对？啊。马老师还是挺强的，用职业水平来形容有点过了啊，但你懂我意思。哎，我旁边有人，我听到脚步声了。王菜被拳头打死。OK， 给他打，没事，捡枪，哎，不用打，哎，不用打，哎，打，没事，哎，撞撞了你就死了。5%的几率不一样。先追一下班卡。对吗？我玩这个游戏到现在只给他炸死过一刀。是他妈的，我这演不了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里脑子就特别想笑。这一段他妈太搞了，这一段他妈的整特别能 get 能戳到我那个点，觉得这个逼太瓦了。再看一个啊，拖就硬拖，这波是肉弹冲击，因为你不会，所以你能打赢。这句话是个哲学，只看到了第二层，而你把我只想成了第一层，实际上我是第五层。从现在开始，对不起，我要起飞。感谢五虎塔台请求起飞的飞机，谢谢五虎塔台。塔台你好，这两天没看到你。是不是参加高考啊？刚刚考完，感谢飞可的皮燕子送上，感谢圣虚公子的打飞机，谢谢圣虚公子，感谢猛亲马老师的办卡，感谢与鸡儿舌吻的阳光飞机，感谢看老马定钩子送上的飞机，谢谢定钩子，感谢猛 C 马老师的打飞机，谢谢猛 C， 感谢想舔星仔脚趾的飞机，谢谢脚趾，感谢内裤套头送上的飞机，感谢裤头，感谢沃德吉尔送上的打飞机，谢谢沃德吉尔，感谢孙家良是我爹送上的飞机，谢谢孙家良是我爹。哎呦我他妈的，开搞了，开搞了，开搞了，来高天，嗯，开搞了，开搞了，进组了，哎，打 RPG 去了，饭也吃完了，舒服。